暗手摊牌系世界嘅发展，喺法定玉里就有一群农民系用有机皮行过求生环境嘅方式来种作，而用湿田来耕田。唔单止有机肥争取到国际探险认证，面嘅产量倍增加倍，因为生产嘅效果唔会落，仍然新一度会扩大到20公顷，我想行过多位新农民来加入种田计划。因高铁发连南起天桥上吹春江，回到广大村同对发好配给用量，牛里金从两里农民将去年开始有部分天气，新任用有机配做台，种沃尔也等于种塔，改良奶牛提高产量的细节，还可做得保护环境。种下去，但是它的作物会比较强壮，用。啊，比较不会什么稻热病啊，不会虫害啊什么的，啊，无形中就农药减少啊，化学肥料减少、啊。下半期有试验一甲，那一甲的话收成还不错了。实践种田理念，还会从循环资源开始做起，收拾树把，做新生物田，搞标准到土地，透过种作吸收二氧化碳，搞放松到耐药度。固碳增加环境有机性之外，南白也做得正气很卡多碳片。所谓的农业废弃物，例如说像果树的修剪枝，用很简单快速的方法，把它做一个碳化的处理，变成所谓的生物碳。我们做了一个一公顷的实验，它封存了66公吨的碳，而且这个是在去年经过了小犬跟海龟台风之后的结果，那让我们更有信心，今年会扩大到20公顷。唔但强共送改，本种沃尔也做得耕业谈市场，提供用实际成果手牵推动小农种田计划，希望一步一步恢复环境生机。下个新闻，翁小琪发连报道。